大家好，我是小妹。最近这几天到处都在下雪，我们这里虽然没下雪，但是突然变得很冷。妈妈严重感冒，晨晨带她去医院打针了。我把腊肉拿来做一个腊肉火锅吃。奶糖，你看这是腊肉，妈妈做火锅给你吃好不好？你坐在这里玩，妈妈做饭了。这个腊肉用来煮火锅特别香。先把肥的炒一下，把油煸出来，然后再炒瘦肉。行了，把水加进去，等水烧开就可以煮菜了。走，奶糖，妈妈带你去菜地里面拿一点豌豆尖。这是我们家的头茶豌豆尖，好嫩呀。你说我冷得像水仙。走啦，我们煮菜去。这个佛手瓜挺嫩的，煮两个来吃。我带妈妈打针回来了。却永远不能够不能够爸爸那个，哎呀，爸爸了。奶糖，你看奶奶多整整的，吹吹。真乖。小妹，你做这个腊肉火锅太香了。妈妈生病，我煮清汤的，么都减糖。奶糖好吃吗？我就会为你唱首片曲，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那思念，就不会离开在你的窗前。乖了，还不够哥哥跟奶奶吃，你都谢爸爸。我刚刚给你那个水果店煮火了，你看看一点熟，就买那个水果啊。我都吃了两块啊，两块。看不见？啊，神奇爸爸。奶糖乖了。好。开在你的窗前。